羞了。但是我很谢谢谢尔斯姐。至少可以开心十年吧。没有，有一首歌吗？你开心十年。大家早点回去睡吧，医生。过动症的小孩，然后我现在突然在半夜一点要玩的小声，你们有想听吗？我其实也没有很想讲。小小才是你来台湾拍的第一部作品，对不对？是的，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当时候我都会有点压抑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台湾拍过戏，所以我就很开心。导演还有卢芬姐也没有嫌弃我的中文很烂，这样。有没有？有哦，他说有，他说其实有。会一定会。我希望可以多点来找我，我会努力去练我的中文。因为像小 S 很喜欢你，还是可以跟你拍成戏。你说什么？我就觉得很害羞了。但是我很谢谢谢尔斯姐。我就很感动，因为你看一个十二岁的小女生，她可以演成这样，而且是创造了台湾的历史，然后我就会在当下会觉得这个女生真的很棒，我很就是 so proud of her。